新疆的面积有多大呢？166万平方公里，占全中国国土的1/6，甚至比1/6还多一些。那么我们的西藏占多大面积呢？大约是123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国土的1/8。这两者加起来呢，大约有近29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的国土30%。你们从数字上就可以感受到这两块国土对国家的重要性。那么新疆的地理位置很有意思，它是三山夹两盆，北边是阿尔泰山，南边是昆仑山，中部呢是天山山脉。天山山脉就把新疆分为南北两半，所以南疆指的是天山山脉以南，北疆那显然就是天山山脉以北。那么两盆是哪个呢？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这两盆呢，在我们的过去地理书中啊，中国有四大盆地，占了其中两盆。我们习惯上就以天山为界啊，把新疆分为南北两疆。南北两疆呢，首先就是气候不同。凡是有大山脉的地方，气候明显就会不同。比如我们老说岭南啊，岭南是指广东地区的五岭地区啊。毛主席过去有词有诗啊，诗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五岭以南气候跟五岭以北完全的不同。再有就是秦岭，秦岭是中国最重要的气候分界线。那么天山山脉呢，也属于世界七大山系之一。你听着天山山脉好像没有多大，但是它是世界七大山系之一，东西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等啊，伊角斯坦这些国家全挨着天山山脉。全长有多少呢？有5000华里，大约2500公里。天山是世界上最大独立的纬向的啊，我们说经向是竖着的，纬向是横着的啊，山系，它也是世界上呢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所以呢，天山山脉造就的这个气候物象就完全的不同。那么南疆非常的干燥啊，沙漠都在南疆。那北疆就相对的湿润很多，有森林啊，有草原，有湖泊。从喀什啊飞回乌鲁木齐，比如到了南疆，我当年是开着车啊，不是开着车，坐着车一路啊奔往南疆，一站一站的走。走到了喀什，赶上了地震，最后耽误了很多时间，怎么办呢？直接飞回乌鲁木齐，坐飞机。当时买张机票非常的困难。我在机场耗了很久啊，费劲巴拉的买上了一张票，我也只能买一张票，因为就一人嘛。那么那个飞机跟我们今天的飞机不可同日而语，首先是飞机很小。这个飞机小到什么程度呢？中间一通道，一边就一座，一边就一个座，那个座位之破旧啊，我觉得跟二战的飞机差不多。那么这个飞机呢，这个密封也不好啊，飞得也不高，只能坐30多个人，不到40个人，我记得不是38就是36个座。这破飞机但是有一好处啊，有一好处是你们今天有些人会很羡慕的，就这飞机上可以抽烟。可惜这好处对我没用，我不抽烟。这个过去啊，早期的飞机的扶手上还有烟缸呢，就是可以点烟弹烟灰的地儿。这个破飞机是可以抽烟的。新疆有人出那种漠河烟，那漠河烟啊，气味巨大啊。这飞机从喀什飞往乌鲁木齐，中间必须停靠一站，这一站就叫阿克苏。这个飞机在高空中啊，不停的颠簸，有多厉害呢？没有人提醒你去扎安全带，你一定把安全带捆得紧紧的。为什么呢？这个大量的时间屁股是离开飞机的，就是颠飞了啊！你在坐飞机的感受跟骑马差不多。那么30多个人，有多少人在吐呢？有大概有30个以上的人在吐。你想想，这飞机上又有人抽烟，绝大部分人都在吐。
就我这个不抽烟不吐的人呢，就别提多难过了，就差把这飞机车窗啊，不是把飞机的车窗，把飞机的悬窗给摇下来了。那飞机是不能摇，要能摇我早都摇下来了。那么很有意思，飞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空姐出来跟大家宣布一事，说这飞机呢超重，必须下降。你想想，你飞着半截儿啊，我就当时就跟空姐说，我说他怎么飞起来了？你说他超重，他飞起来，他说是飞起来了，但这飞机飞得慢了，就是因为超重就飞不快。汽车拉东西拉得多啊，超重这汽车就损耗这个速度啊。你看着这个公里表上好像是100公里，实际上它跑不到，它就降速了。到了乌鲁木齐，我取行李啊，我一取，我说你行李没带过来。哎，我说怎么没带过来？我一下就急了。他说给你卸阿克苏了，说飞机超重。哎，我说飞机超重，我的行李不超重啊，凭什么把我的卸去？没有人跟我解释，就说该着把你行李卸下去了。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等着，要不然自个儿去取。从阿克苏飞到乌鲁木齐还得飞2个钟头呢，我怎么自己去取呢？他说要不然你就等下一班飞机吧。我心说那下一班就下一班吧，结果一问下一班飞机2天以后。我自个儿在乌鲁木齐等着下一班飞机给我送行李。那我就想怎么办呢？那我们先去一个短途，短途上哪儿去呢？去吐鲁番。吐鲁番吸引我的原因啊，至少有2个。第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的那支歌曲，叫《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小时候啊，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嘴里就发甜。小时候酷爱吃葡萄干，为什么？高糖分啊，嚼起来有弹性。我们小时候水果不能像现在这么随便吃，所以这种葡萄干啊，在干果中算水果，在水果中算干果，它站在中间地带，所以吃起葡萄干来就没完没了。但是没有那么多吃的呀，没有那么多葡萄干可给你吃啊，所以到了新疆对葡萄干啊一往情深。我到了新疆才知道，这新疆的葡萄干所用的葡萄跟我们平时吃的那葡萄我们去火焰山啊，我赶上那日子已经不是最热的日子，9月初了。火焰山我们对它最多的了解是从西游记铁扇公主那一段了解到的啊，说那个地方酷热。有多热呢？我印象中记载着说地表温度能达70-80度啊，70-80度什么概念？就可以直接摊鸡蛋了。我去的时候也确实热，白天的中午啊，大概气温在42-43度，42-43度那种干热还可以忍受，但湿热是不可以忍受的啊！你如果说你到江南地区，甭说42-43度，就是37-38度那种湿热高温，人就得休克。但干热可以忍着。你比如说，你在这个阴凉的地儿啊，在树底下站着，就还可以跟狗似的哈着气待着，还不至于你特难过。那么火焰山南边呢，
就是我们的高昌古城啊，是这个历史上呢是高昌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玄奘大师啊，在《大唐西游记》中呢记载，他就路过这个时候呢，被高昌国王呢这个屈文泰呢挽留在此呢，要求他为他的子民，就是高昌国民去讲经说法。当时高昌国王是最鼎盛时期，辉煌有钱啊，全国信奉佛教，所以好容易逮上这一个这个大和尚来这儿，好好的给我们讲讲。你想想，我们这唐僧是重任在肩啊，玄奘啊，执意他就不肯，他就不想，就是我不可能在这儿啊给逗留啊，那怎么办呢？那国王不干呢，国王说我给你好吃好待遇，让你给我讲经说法，你跟我玩这套不行。玄奘就表示啊，如果你国王不放我走，那我在这儿就绝食了啊，表明我的这个态度。那么高昌国王一听呢，说那咱不能干这事儿啊，所以就开出条件说，咱们俩干脆这样，咱们结为兄弟啊。法师呢，您呢讲经啊一个月，这可以吧？讲一个月，不能永久讲下去，讲一个月。然后我替你准备什么呢？法服啊，多少多少套，黄金百两，银钱给你30,000，绢多少啊，马多少啊，仆人多少啊。然后呢，我又给你专门开路条啊，就修书24封，就是。开路条啊，让高昌以西的啊求此等24国，为什么24封呢？就24国全部给你放行啊！我这个大国呀，当时也是大国的政策嘛，大国啊，我给你开条，那边的各方霸主啊，包括西突厥啊，这些人呢都护送你去印度取经啊。玄奘就在这儿啊讲了一个月的经，最后。高昌古城的啊，这些僧侣啊、大臣呐、啊、百姓啊，夹道欢送。这个国王呢，抱着法师啊，大声痛哭啊。相送啊，史籍记载，相送送了数十里才回城，那就是依依不舍吧。那么吐鲁番我去的时候啊，那个热的啊，就是喝水是没有用的，你喝多少水都是热的啊。然后晚上呢，倒是很有意思，它这个温度啊，很有。就是感觉很明显，就是太阳一西斜啊，就开始温度就开始降，太阳一下去顿时就凉快了。一凉快干什么呢？歌舞晚会。新疆的歌舞晚会，就当年啊30多年前的歌舞晚会，真都是真情，没有商业利益啊，也没有人卖票，也没有人说你卖你吃的，什么都没有。那是有吃的啊，有喝的啊，喝酒，那喝酒就不喝醉都不算喝酒，水果随便吃。当时就是非常的，就是让人能感受到这种异域风情。你想想，我是汉地去的，在此次去之前没有去过新疆，所以当时每一次在人家邀请我们跳舞的时候，都感动的，就是真是热泪盈眶。因为没有利益，你才会受感动。我们今天有时候是有利益的，比如你买票，人家边弄你还想让你买点东西花点钱，顿时你就不感动了。那么我从。这个吐鲁番离开的时候啊，那当时还碰着一个剧组，那个剧组还拍一个什么电影啊，那时候电视剧都不行，拍电影。你知道拍电影跟拍电视剧不一样，电视剧推进特别快，就是你还能看点情节，那电影半天就拍一个景，看了一会儿也没什么劲，就开始找一顺车就搭着就回乌鲁木齐。我回来的时候呢，我记得特清楚，有一小卡车，我跟这卡车司机聊两句，我说你那个往哪儿走啊？他说回乌鲁木齐啊。我说那我能搭一道吗？说能办，上来呗，就上他那车了。那时候搭车，第一不给钱啊，他也没人给有要钱的意识。第二呢，就是人也没有防范啊，我也没有防范，所以就爱谁谁就上车了。上车以后呢，这车上本身还坐着一个人，我上去以后就显得略微有点拥挤啊，人家也不在乎，走吧，一会儿就回去了。上车呢。往回开，开的时候就到了新疆最著名的风口啊！你知道新疆有很多很多风口，我们好像经常接长不短的在冬天啊，就能听到新疆风口出的事故，最大的是把火车彻底刮翻。我那天就赶上了我在新疆那一次40天里最困难的时刻。有多困难呢？我坐在车上，突然就觉得天黑了，其实天还没到黑的时候，天就黑下来了，然后就开始起风。起风一开始啊，还倒没觉得，因为你在车里嘛，就觉得温度在下降。
他那个破车是没有热风的，因为一开始热嘛，穿的少嘛，然后就觉得很冷，有点扛不住，然后就开始摸行李，那行李本来就没有嘛，没什么东西可穿，然后就在车上冻着，冻着呢就看到风起来了。你知道那个风啊很有意思，它跟你在内陆看风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可刮的东西。首先它没有黄沙满天，那个风口全是石头，戈壁滩。什么叫戈壁滩呢？就全是石头。那石头呢，你突然发现哈，这个车除了晃以外你感觉有风，然后你目力所及，第一没有灰尘，没有树叶，没有满天的破塑料袋，什么都没有，你看不见。你忽然看见那个戈壁滩上的石头很诡异的动换，那就是大风，风就能刮到石头啊，这个满地走。我看到满地这个滚动的这种石头啊，就想起了这个唐代诗人大诗人岑参写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啊，随风满地石乱走。我说起来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受，如果你在现场啊，那个现场的那个光线是非常透明的，虽然天已经黑了，但是能看得清清楚楚，没有沙尘暴，没有雾霾啊，什么都没有，就看着石头滚，这个诡异的滚动。那个滚动不是像你想的咕噜咕噜咕噜跟球似的，不是，就是咯噔咯噔咯噔那么滚着。所以这个我们看的时候啊，在风口的时候，突然那司机踩了一脚刹车，当时我不明白他要干嘛。那个司机说我要下去一趟，然后人家告诉我下去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可能会被刮起来的石头击中。他下去干嘛去了呢？前面有个车上啊掉了一根钢筋，那钢筋大概有个两三米长，他为了捡这根钢筋，比手指头粗的，下去以后那人就直不起来了。然后就是那种匍匐前进，抓着这根钢筋拿上来以后就扔到这个卡车后面车厢里。然后我就觉得这人都不要命了。司机跟我说啊，说如果不尽快的通过这个风口，说如果风力再加大，车的迎风这一面的漆全会脱掉，因为它刮起来的那个上面有小粒的沙子，你眼睛是看不见的，它不是那种黄沙满天，是那种黑金刚砂似的那种小石头子儿，能把这一面的漆全部打脱。说有的车误在风口里，等风过去以后，迎风面全部是这个没有漆的铁板，这个背风面还保留漆，说那车看着很诡异。我就想哈，这个古人的诗是写得好，您想想岑参说的啊，风头如刀，面如割呀。就是你下去以后那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的感受。我过了风口才敢下车，为什么过了风口才下车？那车上把我冻坏了，冻得我下去想撒泡尿啊，撒泡尿，结果在那儿站着半天没尿出来。我到了这个乌鲁木齐啊，到了乌鲁木齐呢，这个还没有进城，在一进那个城市的边上有个小店卖服装，那时候那种东西叫百货店，那百货店里很有意思，什么都卖啊，日用百货，什么蔬菜水果，什么都有。里头我进去了以后呢，指着一条裤子啊，一条紫色的裤子，我那个年月是没有鲜艳的衣服的，我指着那条紫色的裤子说不出话来，懂的，就是就那意思，你得把那裤子给我，我得穿上。然后在人家商店里啊，把外裤脱掉，把那条不是棉毛裤，是一种线裤啊，是一种线裤。我这辈子就穿过那么一个古怪的裤子，先穿上去，然后再穿上自己的外裤，半天才缓过神来。这条裤子我在家里搁了20多年啊，20多年，每回看到这条裤子的时候，都会想起那段历史。后来有一年，我一个朋友也是到我们家，也是衣服穿少了，走的时候特冷，我就把这裤子送给他了。我说这裤子救过我一命，也救你一命，您就穿着走吧啊。后来我还隔了一段日子想去他们家给要回来，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纪念。后来想了想，让人觉得怪小气的，就没要。但我今天想来想去，还是应该小气点把它要回来。那么我从了乌鲁木齐啊，就开始奔了北疆了。北疆啊，北疆漂亮，真的是漂亮。我们车开出去以后啊，没多久过天山啊，
因为车是在南疆都是平面开嘛，到了北疆就开始爬山，爬山看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那种画一样的这种松柏啊，主要是柏树，还不是松树，都是塔松一样的那种，说不出来那什么树啊，都是高山树种，没有树叶子啊，针叶。开着开着开着，就突然的看到一个湖啊，这湖叫赛里木湖啊，你听这名字，赛里木湖。有多漂亮呢？我这个没法形容啊，就是你不看见，不在新疆坐那样的车，尤其过去的车没有现在的车好，现在车好啊，屋里越舒适，你对外面的感受就越淡。如果你这个车里非常的不舒适，你对外面的景色就非常关心。那么按照书上一种很世俗的说法，叫璀璨的蓝宝石。我想了想，我也没什么词能说过这个词，真是一个璀璨的蓝宝石。它是新疆最大的高原湖泊，是个冷水湖啊。有多冷呢？据说这个年平均温度只有7度啊，所以里头都是冷水鱼。冷水鱼长得很慢，所以冷水鱼的鱼肉都会很鲜。水有多干净呢？我们走到湖边，停车了，走到湖边喝了一口啊，那个水我直接就能喝，我喝了一口，哎呀，我觉得那个水啊甜甜的。那么赛里木湖今天已经成旅游地，这个旅游地儿了啊，要门票了啊。我现在就不明白，我现在也想不出来，说那么大宽阔的一个地方凭什么要门票，它从哪儿开始要票啊？中国是这样啊，中国是一个有很多事不太容易理解，比如自然景观收费我就不太理解。现在各地的自然景观甭管大的小的，自个儿随便一圈就开始收费，还票价昂贵。你到国外去，到欧洲去啊，到这个美国去啊，自然景观一般都是不收费的，它收费的地方一定是人文景观。那人文景观是因为你有投入啊，所以我才要收你钱呢。那自然景观倒是大自然赐予你的，你凭什么来收钱呢？哎，我们国家就有意思，连新疆，像赛里木湖这种地方，过去我今天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它从哪儿开始收费啊。就是你走着走着，突然一大片湖泊一望无际，你凭什么收我钱呀？我看一眼你就收我钱吗？现在中国的这种自然景观的收费现象就越来越严重，而且越来越贵。那么我到伊犁的时候，正赶上是初秋嘛，啊，特别的美，那种美呢，拿嘴巴说是说不出来的啊。伊犁首先它得名就是伊犁河啊，伊犁河就是光明的一个意思啊，在太阳下啊，波光粼粼，这就是光明显达啊。那么最早呢，记载是见于《汉书》啊，史称伊犁啊。伊犁到以前的伊犁啊，写伊列、伊犁，就是里外的里，伊犁美丽的丽，这都无所谓。到了乾隆时期才正式定名为伊犁。我到了伊犁呢，伊犁跟就是北疆跟南疆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北疆的汉化啊，比南疆要这个普遍的多。我到了伊犁以后啊，先看见俩小伙子骑着摩托，哗就骑过来。那个年月摩托是非常狂的，因为80年代初的时候，整个中国私人几乎是没有汽车的，有摩托已经不得了了。哗就骑摩托到我跟前一停就黑我，嘿嘿就黑我。后来呢，我一听他那个感觉哈，说话那个感觉呢，这个我就说去过北京。然后那小伙子说我操，就完全就来北京那一套。我说在北京待了多久？待好几年呢。然后说我说伊犁河去了吗？我说还没去呢。他说那我带你去吧。我看了半天那摩托，我就没敢坐。你知道啊，这摩托我坐过，太可怕了。人坐在上头是肉包铁，他这速度过60公里时速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恐惧。他们这一开就开100公里时速，你坐在后头就吓死了。所以我就没敢坐啊，他们就走了。怎么走的呢？就是前轱辘离地一加油，那都是那个后轱辘使劲，前轱辘离地走了。你想我要坐后头，那什么罪过？从伊犁往西走到新源去啊，新源草原。新源草原，这新源这个名字呢，本身是个很新的名字，就是新开发出来的这种草原。新源草原啊，它那个漂亮啊，它是跟蒙古啊，跟内蒙是不一样的。内蒙的草原就是一望
无际，风吹草低见牛羊，是这种感觉。但新疆的草原不是，它是远看有山，近看有河有树，它在草原上偶尔会长起来参天大树，有它的毡房。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啊，已经是傍晚了，炊烟袅袅，那个就是你想画有多漂亮，它那个景就有多漂亮。我就跟车说停车，我要下去拍照。那时候文学男青年啊，喜欢拍照，拿着照相机就去了，下了车就冲着那毡房就走过去了。毡房那儿趴着啊，你想想看着远远的有一个女的在那干活，旁边趴着一个黑牛犊子啊，然后呢远处是山啊，太阳快下山了，那个光线都是斜的，有两棵巨大的塔松似的那样的树，我现在都能回想起那个状况。我拿着这个照相机啊，就冲着那个毡房过去，还在那儿取景呢哈，就突然从这个镜框里啊，从镜头里就看见那个牛犊子，黑牛犊子腾就站起来了。站起来的时候，同时伴随着一这个巨大的声音在山谷中回响，叫嗡的一声。我一看就愣了，这不是牛犊子，是狗啊。这狗啊，你知道大狗啊，它的加速度没那么快，它一开始的动作在我眼睛里看着像慢动作，就是轰先站起来，然后哗开始往你这儿跑，还叫唤着，然后我就转身，立刻转身往回跑。车上的人就这么喊我说，别跑，站那儿，越跑狗越追。我这道理我全懂啊，但是我的决心和定力不能使我在那儿能够站住，我就拼了命的按照我的心里想的速度，因为年轻嘛还瘦，跑得快，使劲跑。我觉得狗在追上我之前，我应该能跑回这车里。结果后面都听见狗的那个喘息声了。这时候我已经到车跟前了，车门是开着的，他们还挺有眼力劲儿的，把车门开着。我蹭就上了车，一拉门，那狗轰楞就扑到这车上了。我一看这狗哈，脑袋这么大个儿，你想想，我自己站在那儿，啊，跟他谈判，有这可能吗？然后我们就在那儿不动，不敢出来，谁也不敢出来啊。然后这个哈萨克呢，毡房里的那个妇女是女的过来了，就我就指着他那狗，语言不通啊，意思让他牵回去。我跟他这样比划啊，就是这是狗嘴，你们明白啊？我指着我的腿肚子啊，我现在没法指着，你看不见。假如这是我的腿肚子，我就弯着腰就是，就是比划说他咬我，你得把它弄回去。这女的呢，就是把这个狗呢呵斥了两声，这狗就有点就是不搭人情的在旁边转悠，转悠我们也不敢下去啊。最后这女的好不容易把这狗给弄回去的时候，大家说咱是不是过去再照相？我说我有点不大敢，因为我看这女的管这狗管教这狗啊不那么严格啊，没有锁着，所以我们就继续前行啊。这种景色非常的多，我们这一路看到了下鹰的啊，训练鹰的啊，你今天只有在纪录片里能看到，这个放马的一群马呀，这个伊犁马漂亮啊，在这个慢坡中，这个马在草原上跟慢坡中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奔腾起来啊，就是真是万马奔腾。看到了草原上的很多弯曲的小河啊，还有一些啮齿类的动物，不知道是什么，一会儿就钻出来一个，钻出来很肥的，在很近的距离看着你，眼睛蒙蒙的。伊犁啊，在新源，我们待了几天，就是。当时还有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就是那个很破的那种北京吉普帆布棚子呢，完了以后就去了喀纳斯啊，北疆的最北处。我们今天都知道喀纳斯湖呢，那里有很多大红鱼，据说那鱼有好几十米长，我觉得都是以讹传讹啊，就可能就是一种鲑鱼，大型鲑鱼，估计能有个两三米就不得了了，但是在人的口中传得非常的大。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没有，我记得那时候已经开始是九月份下半月了，天气已经开始变得很冷。今天这个时节去的时候会碰到很多游客，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人的，你可能走一天都不会碰见人